今天是最后一次适应性训练，我们面对陌生的场地和车辆，这几天我们抓紧时间适应车辆赛道，下一步我们将全力以赴争取取得好名次。通过这几天训练情况来看，俄式装备和赛道和国内差距较大，下一步我们将进行梳理总结，全力以赴投入正式比赛。